都会结束的，比如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就世界净土法门嘛，咱了解着西方三世有无量寿佛，有观世音菩萨，有大势至菩萨。那么一佛二菩萨，就是西方净土世界的修行法门。而且其中呢，我咱会当清楚明了，要安怎来？受持着念佛的功德，会用一心西方净土世界。那么咱大乘经典呢，有两部经典，人讲非常的尊贵。一部就是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呢，世尊啊，来教育着所有的佛弟子，无论是比丘、比丘尼、在家居士、男众、女众。或者是阿罗汉，拢会当呢来一心来行向着菩萨道，来成就着佛果。也就是讲，世尊讲经说法19年，在最后的说法华经甲涅槃经啊，就是希望每一位佛弟子拢会发大愿，向菩萨道。来到圆满的地位，究竟成佛，所以咱讲呢，成佛在发化。那么另外一部经叫做《楞严经》，就是开悟在楞严。那么《楞严经》就是这个东西中阿难尊者，当时已经是初果的境界，但是面对着观世音菩萨。面对着摩登天理的时阵啊，无任何的功夫啊，谈何来降服着伊的内心的欲望？那么当时世尊啊，才请着文殊师利菩萨啊，持着这楞严咒，咱讲啊，这个积极的路径啊，就是讲会修楞严，要真赶紧，真要紧。持着楞严咒来去解救着阿难尊者，免遭受着这个危险的境界。那么了后呢，摩登伽利啊，因为伊真爱着阿难尊者，当伊得袂到的时阵啊，伊内心非常的痛苦，伊就去请求着世尊，为什么爱一个人是这残酷？爱袂到，得袂到，内心是这样子的烦恼，这样子的痛苦，啊，不得了，引导着摩登伽利，就问摩登伽利，你到底是爱阿难尊者对着人，从头到尾，从头发顶到脚底，阿难尊者对着一点是清净的呢？无非是一个色心，一个假皮所包掉的。那既然是去追求一个假的色心，追求着一个因为业报体来感受着的果报，无一项是真实的。身躯会老，肝会臭，目睭鼻腔嘴。每日就是安尼，流出不尽。伊就问我，摩登伽利，你到底要爱他什么？其实这事情就是不得啊，在印度的摩登伽利的修的经班，从开始你去观想，他去看看对方，不单是阿难尊者，包括伊自己的色心嘛是流出不尽啊。那么色心流出不尽呢，不能来贪着，在哪里家里面？不多啊，即家里啊，受不尽观啊，摩登伽利，即得着四果阿罗汉果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啊，会得着
这样的思想，这样的观念进来，是因为伊嘛有无量的无量劫以来修正一善人，才得到佛力的加持，也心无不在世。因为佛力的加持，互伊安尼样，这样的样对时间来，会样来开悟。所以呢，有佛在世的时间呐，这样非常大福。那么了后呢，在这灵岩经啊，释尊才请出着25位大菩萨，来讲出着因安怎修行开悟的经。其中有两位，就是咱西方极乐世界两大菩萨，讲出着伊修行法门，也是在灵岩经内底啊，非常重要的。一位就是咱大势至菩萨，伊讲出着两不圆通，圆通就是圆满的智慧，通达到佛果的境界。所以大势至菩萨，大势就是啥意思？就是大精进、大精进、大威能力、大精进的意思，就是大势至菩萨，就大精进、大威能力。那么两不圆通中来底呢，伊就讲着，这两不法门嘛。如母一子，如子一母，就参照妈妈在想囝，囝在想老母，下面的心情这么真，也就讲念佛的心啊，就是这么真心，这么用心，必然圆满到底。所以念佛《圆通经》内底啊，虽然伊的经文短短啊，但是已经讲出着大势至菩萨啊，伊用最大精进的力量，当咱在想一个人。当咱咧想咱最亲的人的时阵，咱的心是全部用的东西，一点仔都袂记。用迄种遮精进、遮真实的心，用在念佛修行啊，必然开悟。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咱的功夫。当妈妈咧想囝的心是遮真啊，而且是遮咧全部的精进啊，迄种的大精进啊，都一点都不假，迄叫做大精进。用迄一点的心。老老实实用这种的功夫，所以大势至菩萨教咱念佛观音，伊讲啊，是心是佛啊，是心做佛啊，是咱的心量，甲佛的心量那相应，咱的心甲心清净的，咱的心甲心甲佛法，同款的修行方式，咱的内心就是佛的心，就是清净的心，这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所以咱因伫大势至菩萨的功夫，迈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当下的心就是净土的心。再来呢，第25位大菩萨就是咱的观世音菩萨，在《楞严经》内底呢，伊教咱逆根圆通。这逆根圆通是所有25个法门当中啊，伊困难都上下道，上下道无从意识。逆观圆通是讲了入流王所，把一切音声入意的内心呢，内心内底就非常的清楚，把一切想法是虚妄的。音声嘛是因缘合合的音声，这个肉体色身嘛是因缘合合的肉体色身。虚妄之声入意虚妄之心，一切皆是虚妄。这个虚妄就是空无一，空无一定。空无一物，声音入你伫咱个内心内底，咱咧听到这个声音，是毋是清净之音？所以叫做观无明主性，毋是这个心啊，毋是向外口去攀缘去追求着，什么是对我有利，什么是对我不利，毋是去计较着对人世间的是是非非。那么安尼呢，咱个心啊，永远伫外口，无一个地方伫咱个内心内底。好好啊来做好，所以要不由妄所，应向入你，这是六音对六音啊。其实就是咱的念佛对着声音，这个声音嘛，不单单是咱听着音声的声音。咱经常讲啊，不入色身心，不入声音，就叫发身心。应无所住离性之心，就是观世菩萨所教的，宽容无住性。把一切音声入于流亡所，入流亡所。流亡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它不真实的，你不要去
就分成声定啊，一切皆是虚妄啊。所以法门就是这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功夫啊，逆观啊，观光啊，所有音声来自四方八达，咱拢听得到。但是咱拢听得到内底，唯有咱的心有一个清净心。就变无所住，离现离心，迄个心就是咱的清净心。咱的清净心啊，甲一切声尘啊，相应的拢是清净念头，当下的心，就是做的心。用这种的功夫啊，嘛会啊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嘛会啊开悟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内底25个大菩萨，其中有两位就是咱的，一位就是大势至菩萨，教咱念那个功夫。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教咱念经观音功夫，咱这样，咱有这样去珍贵的大势佛法的经典，咱要好好的珍惜。无论是发到经典或经典内，都有非常好的修行法门。所以呢，咱来借着大势至菩萨的功夫，或者是咱的观世音菩萨的功夫，咱拢会当甲西方极乐世界告诉我，现在要你说法。阿弥陀佛，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。一旦咱的智慧慢慢发，当下的咱的心，咱的境界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。无量光、无量寿，不只是在代表阿弥陀佛的境界，也代表每一个人开悟以后都能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无量光、无量寿。今天说了这个简单的英文，跟各位做这个浓缩版。来介绍，也祝福各位无量光无量寿，阿弥陀佛。